诸位同学，我们接着再看寄送的第四首，清净光明遍照尊，庄严聚众皆现隐，变化分身众围绕，一切刹海显周遍。第一句是说的诸佛如来，那么下义上来讲呢，这一句就是讲的本师毗卢遮那佛啊。毗卢遮那是梵语，它的意思是光明遍照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清净光明遍照尊就是指的华藏世界的教主啊，毗卢遮那如来。名号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懂，清净是得了，光明是慧，如果用戒定慧三学来配呢，清净是戒定，光明是智慧啊，戒定慧三学圆满了。遍照啊，是讲其用，佛以戒定慧三学平等教化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叫遍照啊。庄严聚众皆现隐，这一句话重要了。我们能不能在一切庄严聚里面见到清净光明遍照？哪些叫庄严聚呢？我们在前面经文教诲里面体会到啊，六根所接触的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当中，一一法无疑不是自信的庄严啊，无有一法不具足清净光明遍照。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吗？能够体会得出来吗？到了华严，我们才真正有少许认知，
夜夜发钟。一根小草，一片树叶，一粒微尘，细心去观察，通通具足了万德庄严。这个佛法真的叫平等法了，真的叫清净法了，清净平等在夜夜法里面我们见到。夜夜法无疑不是自信圆满的流露，难怪宗门大德大彻大悟之后，去参礼老师。老师来测验他，看他是不是真的觉悟了。这个完全用谈话来测验呢。佛家讲啊，叫机锋啊。现在人讲的口试啊，问你会吗？你说见性了，现在哪里呀？学人往往随念一法。举出来，老师点点头，给他认可。他考试及格了，通过了。法法圆融啊，法法具足啊！我们要问。圆融的是什么？具足的是什么？那么我们现在读《华严经》我们可以讲法法具足大放光，法法具足佛华严，大放光佛华严是宇宙的总名称啊。夜微尘是小宇宙，虚空法界是大宇宙，大小不二啊。前面经文我们读了不少句啊，夜夜微尘中都有世界海微尘数的世界，它怎么不圆满呢？它怎么不具足呢？它一点一滴都不缺乏这个境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，称之为不思议解脱境界。我们在前面读过，普贤能如这个一大段经文都是普贤菩萨说的。明明就在我们眼前。
为什么我们不能觉悟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其如？这个答案，清凉大师在这部经里面，大段落为我们指出信、解、行、证。如是证啊，我们只不能证得啊，那前面这三条我们没有落实啊。第一个是信，佛在经上说的这些境界，我们有没有怀疑啊？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？真心难啊，理解之后啊，这才真心啊。如果我对这个一无所知，我这个信怎么能生得起来？结了以后，你有没有做到？如果没有做到，你怎么能其如呢？你怎么能证呢？做是什么？通过实验了，然后证明了。那我们要问，佛在这个经上教我们持戒，持戒我们有没有做到？佛在这个经上教我们修定，修定我们有没有做到？不做，如何能证实？如何能契入？你契入少分，有少分相应，换句话说，戒行呢，你有少分的功夫啊。你有多分的功夫呢，那你就有多分的契入。契入里头分等级啊，大分41个阶级。我们常讲41位法身大士，这是大分呐。每一位里面，这个程度高下差别很多啊。绝对不是说初住菩萨跟初住菩萨都相等了。大的是相等，细分不相等。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一年级的学生有几十个人呢，都念一年级大的分呢相等，他们都是一年级学生。考试起来还有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不等呢，没有一个是相等的。菩萨戒位也，一佛如是啊，没有完全相等的，各个境界不相同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我们自己证得什么样的地位，完全在自己行门上的功夫啊！功夫说老实话，
最困难的是第一步，事出事法，凡事起步难啊。这一关真的是很难突破啊，突不破你永远是凡夫也啊。为什么突不破呢？没有办法放下自己啊，这个身体啊，总是执着身体是我，我放不下了，我这一关不能突破啊！这个是一切凡夫，不管修学哪个法门，你不能欺辱的头一关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一开端就提出这个问题。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我早年以为啊，佛说这个话啊，这个标准是化身菩萨了。以后渐渐懂得多一些了，才晓得不是的。啊，那佛说这个究竟是哪个标准呢？可以说是观行位的菩萨了。是对我们凡夫说的啊。那我们要怎样把四相淡化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定要放下分别执着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我再也不放在心上了。我不执着了，我也不分别了。身在这个世间，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这样啊，才把四相淡化了，四相没断了，你修学的功夫就得力了，你的境界就转了。头一个转境界，我常说的相貌转了。为什么呢？没转的时候，你这个相貌业障相啊，业障消了之后啊，你的相啊，菩萨相啊，不一样了，自自然然，让别人看了之后啊，感觉到你清净庄严啊，看到你清净慈悲。
那么接着呢，你的体质转变了，除非你有意实现啊，你有目的实现，你要度哪一类众生？否则的话，这个体质转变了，多病转变成健康，啊，多烦恼转变成智慧。昏沉掉局转变成禅定啊，这个是修学初步的功夫啊，都是经上讲的庄严句中啊，借现言呢、啊。啊，就是清净光明遍照啊。啊，首先是自己觉悟了，一觉悟之后，自己感受到性德的清净光明，自己的身心跟性德融成一体了，那就叫做真了。我们谈不到很深的证，前证，前证的受用就不可思议了，啊，就非常殊胜了。学佛的人在这个境界不能够自满，啊，觉得是不错了，好了，你的功夫就只在这里，不能再往上提升了，这是错误。一定要知道，啊，我的功夫很浅，啊，才得一个小小的清安自在，啊，法喜充满，啊，往上的层次高着高来了，啊，于是怎么样，更谦虚。处世待人皆无啊，更是卑下，没有丝毫骄慢的念头，没有丝毫骄慢的习气，你就不断向上提升了，这才是好境界啊。稍稍有一点得意了，哎呀，觉得我很不错了，别人都不如我了，增上慢起来了，哎，你就又遇到障碍了。菩提道很长啊，沿途障碍很多啊，只要有一点点习气毛病犯了，都会造成严重障碍。啊，小则不能够提升，啊，那个大的障碍了，会让你退转；
甚至于让你堕落。正因为这么一个事实，所以菩萨修行成佛要经历无量劫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假如只进不退，那就像善财表演的一样，一生当中圆满成就了。我们看到善财没退转，没堕落，吉祥云比丘代表初住，海云代表二住，妙住比丘代表三住，他一步一步往上升呐，到普贤菩萨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一生成就啊，没有别的，就在不退呀。这是我们要学的啊！要想学不退呢，那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一丝毫都不能够染着，你要能放下。像我们上楼一样，上了一层，在这一层参观浏览一下，停了。这栋楼房有20层，每一层都停，每一层都参观。你从一楼到顶楼，你要费多长时间？几个小时啊！如果不停呢，一直上去呢，几个小时变成了几十分钟了。20层楼，你要是登上去。有15分钟大概差不多就够了。所以怕的是停啊。站站都停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善财童子的高明，不停。真的是给我们示现出勇猛精进的样子，那个形象啊！一个接着一个参访，没有休息的，变化分身。众围绕，身是讲的体相啊，我们人这个相啊，这叫人身呐。树这个相叫树身呐。山的相。山的身呢？花的像花的身呢？桌子的像是桌子的身呢？变化分身呢？这一切现象。佛经里面常常用
六尘的色相啊，六尘现象全部都包括进了，这是变化所作，为识所现啊。众是众多，说不尽啊，围绕在我们的周边。上下十方啊，只有觉悟的人，他清楚，他明了，啊，他得受用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觉跟迷这两个字的意思，在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明显了。啊，我们凡夫确实是迷而不觉啊！啊，回过头看看这个诸大菩萨，他们觉而不迷。啊，他们每天时时刻刻从来没有间断，真的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这八个字那他们才是满分呐！啊，他接受什么熏修呢？大方广佛华严的熏修，一切刹海显周遍呐！啊，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常讲的“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一切境缘当中”。啊，都是清净光明遍照尊。变化分身众围绕，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觉察到，能够意识到，啊，能够接受少分？学习过程必然先从少分，啊，然后再进步到多分，啊，最后达到满分，啊，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还是茫然无知，啊，那你就晓得自己烦恼习气太重了，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经多读多听，常常听，时时刻刻听，听久了啊，哎，你就醒悟过来了，你的六根呢放光了，啊，大乘经上常讲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啊，这放光动地是怎么说呢？放光是明了了，动地是警觉了，觉悟了，啊，不是真的地动了，啊，动地是比喻警觉，这表法嘛，表警觉，放光表明了。不迷了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呢，看出门道了。
啊，谚语所谓啊，内行的看门道，外行的看热闹。啊，外行迷而不究啊，啊，他看热闹。啊，内行聚而不迷，看门道。啊，门道，总的来说，性相、离事、因果。哦，这是门道啊！啊，在一业法当中，你能够啊，从这个角度去观察，啊，去切入，那妙不可言呐！啊，这样才渐渐体会到啊，这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啊，我们慢慢就引入门了。啊，入门之后，你才晓得，哎，什么叫做圆满？啊，从圆满里面体会到大圆满、究竟圆满。底下有一首偈：“借书现缘，所有化佛皆如幻，求其来处不可得。一佛境界为神力，一切刹中如是见。”清凉大师注解虽然只有四个字，注得好。啊，这个意思是说，你怎么能入境界呢？啊，你是凡夫啊！啊，你怎么能入华严境界？偈子上告诉我们了，佛力加持啊。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，确实我们没有法子入境界。啊，我们看这一首的经文，所有化佛皆如幻。求其来处不可得，这个化佛无量无边呐！化佛指的是什么？要知道。这个地方指的是六尘境界啊，化就是前面讲的变化啊，佛就是前面讲的分身啊，众围绕啊。为什么说六尘境界都是化佛呢？六尘境界，夜夜法中，都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性德。啊，佛是性德，佛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豁然觉悟到了大地众生情于无情
同源种质啊，你就入佛境界了。啊，要记住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你才入得了境界啊。有情众生皆有佛性啊，他修行正果成佛，我们一般人没有疑惑啊。无情众生他怎么能成佛啊？为什么他不能修啊？他不能修他怎么能成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啊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有情成佛啊，你自己成佛了。经上不是常讲吗？一报随着正报转吗？那个医报是无情的，无情的医报随着正报转了，正报成佛了，医报也成佛了。啊，哪有自己这个正报成佛，你的环境不成佛的道理？啊，那这个医报随着正报转，这个话就讲不通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也得推翻了，这个道理很深啊。啊，为什么他跟着转？这底下三个字重要，皆如幻啊。啊，所以他从心想生呐，他随着正报转呐，啊，他不是真有啊，幻有啊，啊，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，一切法无所有，一切法毕竟空，一切法不可得。这个前面两句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嘛。所有化佛皆如幻。啊，化佛都如幻了，哪一样不如幻呢？啊，那不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吗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化佛也在其中啊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化佛也不例外啊。求其来处不可得啊！现在这个世间有许多科学家啊，哲学家在探索啊宇宙万物的起源啊，来处就是起源嘛。能不能找得到呢？找不到。啊，虽然各有各的说法。我们看到他们研究的报告，啊，出的书籍杂志很多很多啊。讲的是不是事实真相呢？不是啊，是他自己在猜测，是他自己在理想。恒古以来，多少人在研究？啊，多少种的说法，找不到一种能令人感到非常满意啊。
佛在此地跟我们说真话了。真相要怎样才能得到呢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真相就在现前啊。真相不是不能知啊，是你错了方向啊，你用妄想分别执着去探索真相，真相永远不能现前啊。为什么呢？真相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，再用妄想分别执着去找它的根源，那到哪里去找啊？那不找就现前了啊！你想找，那是个妄念，是个妄想啊！妄决定不能得妄的真相啊！用真，你就见到妄的真相了啊！佛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啊！佛用什么方法呢？佛用定慧，见到了啊，甚深的禅定，突破了所有的障碍啊！这些障碍里头，包括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，通通突破，真相大白啊！他们见到真相了，有没有办法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呢？说不出。所以古德有一句话形容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！啊，没有办法说出来啊。那么世尊在这部经上啊，没有法子说出，他也为我们说出了啊。这个是圆满智慧，高度的艺术啊，啊，就是技巧啊，高度的技巧啊，不可说，哎，他也说出来了啊，虽说出来了，真的不好懂。所以马明菩萨教我们啊，怎么样去读佛经，怎么样去听讲经呢？要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。这个立呀，就是不分别不执着，没有妄想啊！啊，真正做到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去读经听经，你才能够啊见到如来所说的真实义。啊，《开经记》里面讲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！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在，哪怕就一有一点点，你都没有办法体会到如来真实义啊！你要真正体会到如来真实义，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了啊！这个东西不放下不行呐。
为什么要放下？因为它毕竟空，因为它不可得，说起来就不可得啊。从不可得里面，你才真正看出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是什么呢？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移不异。中观论上讲的八不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凡是幸福随顺佛陀教诲，依教奉行，你很容易啊，真的。你要随顺你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随顺自己意思，哦，那就难了。佛在经上教导我们，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，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。自己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妄想分别执着。你用这个东西，你怎么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真相？你怎么能见到你自己？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宇宙人生真相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为什么见不到？因为这个幻象啊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。我们一般人这个讲凡夫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误以为真，在这个里面又起了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所以无量劫来越迷越深呐，越陷越苦啊，没法子解脱。佛真的是大慈大悲，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，果然觉悟了，彻底放下了，真相大白了。所以这是以佛境界为神的了，这是佛在这加持我们呢。佛讲这部经，这一部经完全是他老人家自己亲证的境界。换一句话说，佛在这个世界看到什么呢？华严经上讲的就是的。他的六根观感跟我们确实不一样。他是用清净光明遍照啊，我们是用染污啊，是用自己的烦恼习气到处攀缘呢，它是遍照，我们是遍缘呢。这个缘就是攀缘，所以处处成障啊，这个路走不通啊。
不得佛的威神加持，我们没有出路啊！是一切刹中如是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